我们辖区的一个成功公路啊，那边有很重油，警方我们也迅速的到达现场，到了现场后，火势哈已经扑灭，在场啊有一位银杏的一个女子哈，她坦诚哈，我是她受伤的，她是自称哈是与隔壁的一位陈小姐哈，她因为寄送包裹的问题。那包裹费有800多块钱，好向他索讨，哦，他那个被害的女子哈，她没有给他一个包裹的费用。那一天的下午哈，哦，林姓的嫌疑人哦，饮酒过量哈，哦，心情在不稳的情况下，将他的机车啊哈，哦，放在那个被害人的旁边，然后打开机车的一个油盖，哦，推倒之后，将他。拿起打火机哈，点燃他自己的机车，然后再烧毁那个另外被害人的机车，共两部。我们警方哈到达现场之后，将实际的一些机证，来现场逮捕，然后移送法办，以公共危险，来移送法办。